立着，好，接下来帮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脚交叉帮我稍微撑着一下这样子 OK。 好，接下来呢，这位小姐呢要为大家带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大型魔术表演。什么意思呢？这个魔术呢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梦想飞翔。所有的人呢跟着我们这位小姐，哎，你要眼睛闭着，好吧？哎，你别再笑，你别再笑啊！大家都可以笑，因为很多魔术呢都是不能录影的。但这个魔术呢，现场这边如果你们手机跟相机，帮这位小姐记录这不可思议的一刻。什么意思呢？你眼睛闭着。待会这个魔术呢叫做梦想飞翔，知道祝福现场贵宾在未来里面都能够展翅高飞，跟着我们魔梦时代再创高峰。我让你呢把全身的力量放到最轻，有多轻呢？感觉这里身体轻飘飘，好像气球一样的轻，好像羽毛一样的轻。来喽，好，这位小姐第一次躺在呢户外的舞台上，好，先帮她做一个贴心的动作，这叫做盖棉被。来了，睁开，整个人直接坐起来就可以了，好吧？我们请倒数，1、2、3，来，我们再给这位郑小姐做热情的掌声鼓励，小姐姐。好，直接跳起来，直接跳起来就可以，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好，简单的访问一下，你刚刚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吗？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你可能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现场所有梦时代的贵宾都用手机跟相机帮你记录一段不可思议的影片，祝福大家展翅高飞，再给他所有请的掌声鼓励，谢谢，谢谢，小心慢走。